你不会也是让我帮你卖什么东西吧？怎么了？这可不像你啊！跟我说说，发生什么事儿了？ 那你先哭，哭完了愿意跟我说再说吧。我怀孕了，我今天想到医院把他打掉，可是我不忍心。 女人最吃亏的就是这个，你怎么这么不小心？那个男孩是谁？他怎么没有陪着你？北鸟。他？有可能是梦魇。彤彤也怀孕了。你慢点说，我有点糊涂。到底是谁跟谁啊？ 是这样的，梦魇甩了一个叫做小薇的女孩，北鸟去安慰小薇，结果小薇又喜欢上了北鸟，北鸟又假装是 gay 拒绝了小薇，小薇不甘心，就弄来一瓶药水，喝下去的人会把对方当做自己喜欢的人发生关系，没想到被我当成调料，我们四个人都吃了，第二天起来发现躺在一张床上。 本来大家都想当个这件事没有发生过，可是我和糖糖都中弹了，也有可能都是梦魇的，也有可能都是北鸟的，要不就是梦魇和糖糖的，我和北鸟的，又或者我和梦魇的，糖糖和北鸟的，反正就是，你明白吗？还好，选项里没有北鸟和梦魇的，虽然挺好笑。 但我现在一点都笑不出来。我问你啊，那个药水是不是叫法老王？嗯，你怎么知道？据说是埃及艳后用的，用来迷倒爱因斯坦和卡萨。这个凯撒的口味也太重了点吧？这个法老王我不但知道，还玩过。那你有没有怎么样啊？ 法老王其实是一种具有催眠作用的草药，以前印度的苦行僧为了破除自己的情欲，苦修时锻炼自己的精神用的，好像以前是叫什么加拉昆塔，后来越传越神，说是什么埃及来的东西。我还听说过一个版本，说是中央情报局的女间谍专用，有些人就是利用这个传说。 还有一些男人龌龊的想法，把它说成是约炮神器，其实都是为了骗钱。嗯，可是我那天真的看见猴子了，当时我还喜欢他。哦，那个，那是你的幻觉。法老王能让人进入深度睡眠，以及发福用者对愿望的想象，不会有实质性上的接触。嗯，真的吗？那天。 我们本来是在沙发上一起看电影的，看着看着就睡着了，可能是药效发作了吧，所以我们睡在一起了。可是我们怎么都会光着呢？法老王呀，会让皮肤短时间内变得敏感，衣服当然就穿不上了。那万一睡着的人手脚不老实怎么办？法老王有两个副作用，其中之一就是。 会让男人在24小时之内不举。所以，你根本不用担心。真的？当然。你没有骗我。所以呀，你和糖糖不可能怀孕，至少不会是内测。可是，我们真的有反应，而且那个测孕纸都测出来了。我现在正要告诉你，法老王的。 第二个副作用呢？是什么？
我他妈的怀上了，这世界也太摇滚了吧！简爱说法老王有种特殊的激素，能让人产生怀孕的症状，看来是真的。你的意思是说，我们只是虚惊一场，一切又可以回到以前了？那我们应该来喝点酒庆祝一下。不是庆祝，是告别。拜拜，小宝宝。还有爸爸妈妈们，回见。生活真奇妙，天大的事情也会有结束的一天。他们来的突然，走的也匆忙，比苏和月经还难以捉摸。可当你走过了那些时间以后，你会发现，再大的苦恼也不过是生活里面最平常不过的一件小事而已。我接到了导演给我打来的电话，让我去参加他的一部新戏。虽然是个小角色，但至少我不再是个小演员。你的画我费了不少力气，总算一幅都没卖出去。你要拿回去吗？顺便说一句，我爱死钱爱了。汤汤还是继续准备他的小说。看起来最平常的就是他，但我知道这只是表面现象。至于梦魇，他呢？干嘛？我觉得吧。说。你和端正怎么样了？关你什么事？端正出主意，让我甩开苏，去和音乐公司签约。是你的事，他也只是实话实说而已。你也觉得我应该听他的？那也是你的事儿，你自己拿主意吧。那你会答应他做他女朋友吗？那是我的事，你管不着。我看北鸟人马上沦陷了，你也别生着了，早点安排后事吧。以前就觉得你头脑简单，没想到你四肢也不发达。你现在怎么比海鸥还爷们儿？梦言，你是不是觉得我最近特别有女人味？还行吧。干嘛呀？比起你还差。我走了。嗯，你又不写东西了？我去端正那些。你们两个在这儿，我也静不下来。嗯，擦擦汗。别着凉了，跟他打着还出汗吗？海鸥，来一把呀！我不是刚接了一个新戏吗？一会儿可能还要去签合同。行吧，这么说就我一人没事干了呗。要不然我在家做饭，等你们回来吃。你最近跟苏联系了吗？干嘛呀？告诉他啊，因为你我签不了约。我打电话了，关机。梦言，其实苏已经同意自己去签约了。什么？我没跟他说这事儿啊。我说的。你。哎呀，像我们这样的小人物，遇到这样的机会真的是很不容易的。哪怕是不太好的机会，我们也要努力去抓住，不能太感情用事。你变了。既然世界不可变，那只有我们变。梦言，我知道你也想让苏出来，但可以选择别的方法吗？等你出来，你就请苏做你的制作人，不也一样吗？这些道理苏是理解的。你干嘛管我的闲事儿啊？我是不想看到我们大家都在前进，只落下你一个人，所以我……可是我已经拒绝那个丽萨姐了，而且范儿巨正，现在后悔
太跌范儿了吧？怕啥？我们现在已经在最底下了，还能跌到哪儿去啊？嗯，这边，哎，你有没有在听我说话？对不起。干嘛？你为了我那么用心，我却还想中途放弃。虽然我并不后悔，但还是觉得有点辜负你的努力。第一，用心做事是我的原则，不是为了谁。第二，还记得我说过我不会找有孩子的男人当情人吗？那是因为我也觉得孩子最重要。你因为这个动摇，一点也不丢人。你是要做艺术家，又不是去当和尚。要是真的把一切都放下了，也不会有什么大的出息。你看那些大师，哪个不是被七情六欲所困，才能把世界画得这么美？你说的对，我一直以为只有抛开了所有的困惑，才能画出好的作品。没想过，困惑本身就是我的同路人。怪不得你还发誓，不成功就不谈恋爱。我一直很奇怪，你哪来这么多怪原则？我们全家都是搞美术的，所以很多人都认为我只要想画出来非常的容易，只要我按照家里人的安排去做就好了。可我看到他们是怎么成功的，人情关系内幕，我觉得艺术不应该是这样，应该和梵高传上写的一样，至少别差那么多吧。所以我很早就离开家，我不想跟他们混在一起。不想跟家人混在一起，有你的。其实也没有那么决绝，我现在住的房子就是我爸以前的一个画室，所以我一直想找一条不一样的路去实现自己的理想。可现在我越来越怀疑到底有没有这样一条路。登山的人想要征服的是山，不是路。你走了一条自己的路，最后却没有看到山顶的风光，那又有什么用呢？算了，就知道你不会认可。看什么呢？你怎么了？没什么，你新的这一张写的太胖了，我忍不住要表达一下。这就是你表达的方式。我去给你买杯咖啡。我改主意了，我这有咖啡豆，你在这写，我现在就去磨。如果我声音太大了，你就提醒我，别干扰你。哎，你怎么过来了？我一个人能搞定，不用你帮忙。我想跟你说件事。你说，你想喝什么口味的？我答应了。什么东西你答应了？你。
你忘了，你之前要我做你女朋友，我说只要你能接受我怀孕的事情，我就答应你。我这个人经常说话不算数又毒舌，看到别人被我拒绝被我打击，我就很自得。在假怀孕的这段时间里，我发现自己真的很自私，我把自己给惯坏了，从来不去想别人为我承受了什么，因此失去了很多真诚的东西，包括我的妈妈、我的朋友还有你。所以呢，我想要改变一下，我不想要再这么恶毒，不想要再这么自以为是，也不想要再自欺欺人的说什么想当单身主义者。就从兑现我对你说过的话开始吧。你还愿意再给我一次机会吗？喂，丽萨姐啊，我梦魇。哟，是一播音机的梦魇哥啊。那天的事儿吧，我太冲动了。我其实特能理解你的想法，不过就是一时有点接受不了。怎么说？你跟你朋友已经说清楚了吗？啊，都说清楚了，所以才给你打电话。梦魇，那天你临走的时候自己说的话还记得吧？哦。那是我不懂事儿，丽萨姐，你别跟我一般见识啊！我这个人其实也是喜欢有个性的人，但是我也不希望别人拿我说的话当开玩笑。哦，我明白，要不然也不给你打电话吧。好吧，那你先去，我等会儿就来。记住，洗干净了。得了，伙计，把没干完的事儿干完吧。喂，你在哪儿呢？我今天签了合同，请你吃饭。哦，是吧？那恭喜了。北鸟和钱爱去看画廊，糖糖在端正那儿回不来，那就只有咱俩一起分享了。其实我也忙着呢。你忙什么呢？我约了音乐公司的人，准备和他们再谈谈。是这样啊？那太好了，你一定要把他们拿下。那我买好酒了，等你回来咱们一起庆祝。啊，好的好的。是够性感的，你还真没骗我。这是我女朋友丽莎白，刚才我们一起去逛街了，听说有好节目，非要她来，你不介意吧？哟，还害羞呢？怎么还不上啊？我答应做端正的女朋友了。我刚才玩了两个大果，外面的妞会把自己的歌写了给你吗？如果你敢把今天的事情告诉他，我就告诉所有人你的音乐是剽窃来的。
我是想告诉你，昨天我去找端正，我这个混蛋。你闭嘴！不想要再听到你说他任何一句坏话了。我们完了，在人和关系上你有没有完？